独自平息了世界的混乱，在一棵枫树下迎来结局的一位传说中的冒险家，以及随着他的足迹选择了冒险之路的无数的人们。在这之中，你又梦想着怎样的冒险呢？冒险是想变得比谁更强，还是想要享受粗犷的自由，或者欣然为弱者牺牲，即使是在无法苏醒的噩梦中，也要将不会屈服的意志绷在弦上，射出一箭，打破恐惧。我将切断缠绕在我身上的可怕蜘蛛丝，展开我灿烂耀眼的意志，然后将在迷宫一般的冒险最后，让你顶礼而至，承载着所有人夙愿的命运旅程，讲给我听听吧，将成为全新传说的你专属的故事，你自己的冒险。